针对国民党团长坚持两岸互不协议未使退回，也毋过会使伫议会一条一条来讨论表决哦。早起学生也是表示，因无法度接受，因讲因会开会讨论，再来进一步的行动。学生抗争正据立法院议场的行动是来到第四天，对着国民党在二十一号开会来决议坚持两岸互不协议，已经为临时委员会送到议会是未当退回，不愿意来甲村查改做是新查。伫议会内底是一条一条来讨论的表决，不过学生对此是表示无法度接受。一样没有正视我们的诉求，所以我们显然不会接受国民党团这样的回应。那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对这样的回应呢？所以国民党团这样的回应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？我们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会再来进一步的跟各位报告啊。学生也是坚持，欢迎爱来退回服务协议，并且制定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。这民进党团嘛，对着国民党团决议是真不满，因国认为国民党团讲立法院无清场，都无爱来开会，是干那听马总统的话，无来听民意。国民党团此举其实只是。受马英九的指使，试图用党团的决议来将王金平院长的军，意思是决民党，意思是国民党党团决定站在马英这一边，而不是民意这边。原本的坚持马总统道歉，并且把服务协议退回委员会重审，也无一笔拒绝。参加调学生的民进党团嘛表示，也是国民党团无来改变态度，安尼就算是参加调学生嘛无啥物好讲的。记者张志扬、吴家波、SNG小组台北报道。